就好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请注意，这是第一个视窗，第一个视窗。好，第一个视窗哦，它主要在做三件事。第一个就是连线，这个连线的概念你要知道，当我们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，数据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是分析者的角色，因为Tableau 它就是在做数据分析，所以它针对原始的档案，它就直接认为就是说，我不是要去修改编辑原始数据，所以它用的观念是连接，就是 connect， 就是把它连线连进来，那。因为它这个连线连进来，所以当原始资料改变，目的资料可以跟着改变。好，所以这请你稍微知道，它不是开启旧档。开启旧档，像例如说 Excel 去打开一个 CSV 档案，那个 CSV 档案就直接被占用到了。所以当你做任何的修改，是直接修改原始的档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不是开启，而是连线，这一定要懂。好，接下来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种的连线方式？可能连线到，例如说 Tableau Server 连线到一个档案，好像 Excel 档案、文字档有什么 TXT、CSV， 好，甚至还有像 JSON， 还有更多。那甚至我还可以直接连线到伺服器，例如说连线到 SQL Server 有看到，好，毕竟现在那个 SQL Server 还是算最多的使用。当然有可能，公司很有钱，有连线到 Oracle， 好，或者是一些 Amazon 的云 ，Azure 的云，好，那这些通通都可以取得连线，取得资料，而且是用连线的方式。好，这是提供给你参考。我所提供给大家的档案，它是文字档，它是文字档，所以当然这边连线要点这个文字档。另外，请拉到最下面这个。这个卷轴，这是卷轴哦。好，有时候你可能要了解，因为不同公司它可能会就是做成卷轴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。毕竟可能你已经很习惯看微软公司的设计，这是另外一家公司的一个卷轴设计。好，这边有看到有 sample。例如说 Superstore 就是超市，好，英文版的，还有世界指标很多的 index， 例如说失业率啊、通货膨胀率啊，好，还有这边有中文版的超级市场，这是英文版，这是中文，好，那当然我们到时候再教一些其他视觉化图表应用，我们是使用这个范例来跟各位做分享。然后接下来我要请你们点的是这个连线到档案文字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给你的解压缩出来的那三个档案都是 CSV 档 ，CSV 是第一个 C 是 comma， 就是逗号，标点符号里面那个逗号，然后 S 是 separate 是分开。分开什么呢？它是用逗号来分开栏跟栏之间的那个栏位名称。好，那也就是它是用逗号来做区隔区分说，前面一栏后面一栏的资料。那 V 就是 version。那接下来这个文字档点下去之后，你可以去选，我刚刚是不是放在下载？
你应该也是放在下载。好，里面的 example， 你这边你一定要听懂哦，因为这是你自己下载下来的、啊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再介绍，它会有一个暂时存放的 template， 所以请你务必一定要懂，因为这些数据所放置的路径啊，你要是不懂，到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。好，所以一点选这个文字的，二麻烦请点下载，下载里面的 example。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三个档案？有线电视户数及普及率，我想先介绍这个。有线电视订户数及普及率，对，有线电视。各位知道这个应该就是 MOD 吧？对不对？就是有线电视是以前我们讲那个第四台，可是中华电信的有线电视应该是 MOD， 然后 MOD 他会希望说那个电视啊，最好是还是有一条网路线直接接过去，好像新一代的是可以走 WiFi， 但是那个WiFi 就是有时候会讯号不稳，所以还是建议走有线。好，这个应该是指有线电视，是指 MOD 的订户及普及率，所以请点它，然后点开启。好，这应该是第四个步骤，因为这边文字档二，然后一点选文字档，二点选下载，三有线电视，就是三你要切换到这个路径，然后四是点选有线电视户数及普及率，然后开启。开启，这是第五个动作。